哦，我带他进来的时候我还笑了，因为我本身来这个节目，我当时也是想选择加尔的街道去的。我觉得我不需要多讲。你不是现在说普通话吗？我假眼你。我摆我的毛巾你都选择是你的。嗯，没问题，就是你。哦，哇，怎么说？我有点难，对不对？有点冲击到我。没想到我会选你。对，其实我关注你很久了。真的吗？真的。我看得出你是要体现 BBOY 不同的一面啊，对不对？我刚刚找了李帅，我会选择你跟公孙无名，但是这个人我只能给一条毛巾。你要相信我，我肯定是要要你了。OK OK， 我先给你一个我的信物，一个鞋带。OK， 我想让你俩打，我不想在我的这个 team 里面 B-boy 是纯做招的，我想是全能的、全能的 B-boy。这个一下有点接受不了。请队长们轮换房间。我毛巾给你。OK， 你思考一下。我真的很喜欢你。啊。我心好跳，我爱你，我真的很喜欢你。选择是你的，我把这条毛巾给你，你一定要来。谢谢。他们对我的期望，我不想辜负，但是一定要选一个嘛，真的纠结非常非常。请四间房间的选手说出你们想要加入战队的队长的姓名。马加尔队长。王一博战队。我真的不知道，我大王小王我怎么选？我选。本轮共有两名选手配对成功，李帅、孟迪本轮待定，恭喜公孙无名成功加入。我现在终于体会到那队长踢人的心情。王一博战队，王一博战队。我选王一博导师，他说了一句话，我看得出你是要体现 BBOY 不同的一面，就这句话。真的把我戳死了，你知道吗？腾仔成功加入，我几乎能从他的眼睛里面感觉到一股爱在里面，就是对我的那种好感。这是我的诚意，放在这条毛巾里，如果愿意过来的话就过来。腾仔成功加入张艺兴战队。可以。张艺兴队长，我来到这街是他给我的毛巾，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我想跟他一块走。就是从那一秒我发现，就是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想怎么拿都拿不走。这是我设计的手链，然后是我喜欢的 Pokemon， 然后戴上这个，希望你可以一切顺利。跟我锁了，跟我锁了，谢谢哥。谢谢，我真的太紧张了。哇，谢谢。我也很紧张。谢谢，哇，谢谢。
我觉得是这样，你像你非常喜欢的一位女生你告白了，但人家也可以拒绝你，好像同一个道理，那你能怎么办，对吧？你要接受得了现实。我们马上开始下一轮的战队选人。21号杨雨婷，44号李春林，4号子弹，15号 Rush。 计时开始。15吗？Hi, Hello. Hi. I'm late and I'm 一星。因为现在我一个 B-boy 没有， B-boy breaking 其实在舞蹈整个 battle 里面其实是最强了嘛，而且特别是在这个整体集体舞的呈现方面，如果有 B-boy 一定是画龙点睛之笔，不然的话真的很困难。 So I know you are amazing B-boy and the breaking dancer, so...And I think this, I'm glad to hear this because really I like your style so much. Yes, first time when I watched the opening show, I already want to choose you. Oh, really? Yes. Not lying. Because in the beginning, before I be B-boy, I love Crumb so much. I love to watch Crumb. So I think if we can put the Crumb and breaking together, very big power.I can make crumb a little bit. Not, yes. You want to try? Yes, I hope so. Wow, it's amazing. So this is my respect. Okay. Hope we can together. Okay. Fight together. Yes. 加油 Yes. Oh my gosh. 我一开始那个瞬间我是觉得李春林在我的心里面觉得很稳的一个舞者，希望他能留住的。哦，不好意思。因为我又发现我在 hip hop 的部分很缺，所以我就在想先争取大婷。你就躺着，不用动啊。其实蛮打动我的，而且我觉得他人也很好。对，他说你不要钱，你不要钱，我觉得我有点不好意思。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是你在跟少杰 battle 的时候，我看到你的身体的律动，就是那种。哥，就是那种，哥，时间到了，就是那种身体特别的运动是我觉得在我眼里是没有输的。然后，而且听到你讲的番话，我觉得很有大将之风。这个我对你的感受，我很希望可以，哥，时间到了，邀请你，而且我组里还有那个秦力，还有哥，时间到了 ，AK 东，然后他希望我邀请你，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作品，就是。毛巾也会给你。好，我不打扰你，你慢慢聊。我毛巾先放外面。毛巾也会给你，你会作为我队里一个唯一的一个女生。我不要 walking， 我也不要 locking， 我只要 hip hop 跟 popping 还有 breaking。你在我队里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因为你是唯一的一个女生。我把这条毛巾留给你，我希望你能选我。哥哥都在里面说了些什么？我一定要你过来，你不要跟别人走，好不好？我只是，我都 OK， 就是看这轮谁会给，看这轮谁会给。我真的有一点慌了，我真的被他问倒了，我确实现在没毛巾，如果我这一轮没有第一时间把毛巾给你，你有没有等我？有，有没有等我？我一定来找你，我有毛巾，我是预留给你的。午时已到。你不聊完了吗？时间到。哦，来聊吗？聊啊。啊？不是，我现在不聊，就直接做选择了，直接做选择了。看这轮谁会给。
管其他人说什么，我做我决定了。你要知道苏尔队长说的话，他最后有没有做这个是不一样的，选择是你的 It's OK， 但是我 respect 你。本轮战队选人全部结束。你相不相信不是你们那一对纠结，是我那对纠结。你们两个同时给了，不是我给了春玲一个啊，他在纠结应不应该是应选我。不可能，肯定是大不是，因为他是哥那边出来的。那哥那边没有给毛巾啊，但是进去演讲了。这个排兵布阵非常重要，天时地利人和。好紧张啊！天时地利人和，快死人了！请四间房间的选手说出你想要选择的队长的姓名。我的选择是钟汉良队长。For sure, I must choose Lay。这其实真的好难选，我好纠结。钟汉良这边真的就人特别好，王一博这边呢又是比较。和就是因为他本身也是以前也是个 hip hop 的 freestyle dancer。本轮共有三名选手配对成功。哦 ，Clash 成功加入张艺兴战队。恭喜李春林成功加入，成功加入王嘉尔战队。杨雨婷成功加入，杨雨婷成功加入王一博战队，子弹本轮待定。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缘分天空，美丽的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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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这双重打击就是好像不然连续捅了两刀。你可以安慰我吗？我唯一可以安慰你的就是，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不是你的。这话说有道理，有道理。